2024台湾的笑，让全世界都按赞。百善孝为先，幼鸟尚知反哺，羔羊更是贵喝母乳。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孝道总会今天举行了万人孝亲洗脚及反毒宣导嘉年华会的记者会，吸引了国内外的媒体前来报道。该活动举办12年来，深获各界支持，包括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副总统吕秀莲、台北市长蒋万安、云林县长张立善等人都多次参与。今年又有立法院长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奥运女子拳击冠军林玉婷、举重金牌选手郭幸淳的加入，规模显得更为盛大。总会长张朝国特别呼吁大家一起来洗脚报亲恩。神，你去做就无唔对，啊，神做愈多，你的福报愈大。包括你无去赚到大富大贵，但是你家庭一定会很温暖、很和善，你的身体一定会健康，啊，你做什么代志拢会顺。这个哈、哦，我跟你讲，就因果论这不变，全世界不管什么宗教，他都相信这个因果，哦，因果论。活动将在10月12日这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半，在总统府前的凯道盛大举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加。每天电视在台北市的采访报道。